第十三章，好的内容才是王道。刚刚讲了那么多技巧，但是如果你的网页，我不太想批评现在的很多软体，但是有些软体做得太过头了，就是有很多自动抓文章的软体，自动充斥着，自动把很多其他网站的文章抓一堆，然后放到你的网站里面来。我们常讲这种部落格，有一种部落格软体叫自动部落格软体，也就是说你自己创建了一个部落格之后，然后里面加挂一个软体，它这个软体呢会自动帮你到各大新闻网站去，或者是你指定的某些网站去抓取里面的某些文章，然后贴到你自己的网站来。那这种全自动的部落格呢，它就可以自动帮你生成文章。那这种文章呢，大部分比较没有品质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是原创文章，它不是你自己写出来的。那这种文章，应该说这种文章是抄袭的。那这种文章对搜寻情来讲，它的参考价值就不高。那但是因为它这样子自动帮你生成文章，人家就会觉得搜寻情也许就会觉得，你这个网站每天都有在 update， 每天都有在更新，这对搜寻情来讲是好事。但是不要忘了，里面的文章如果不具参考价值的话，搜寻引擎它会一直在改进，一直在改进，所以它会有危险。假设你刚开始使用这种方式，让自己的网站文章越来越多，看起来好像每天都有在更新，但是一旦搜寻引擎它改了机制，它去辨识到你的网站内容跟其他网站内容有大幅的雷同，它会视为你是作弊的网站，那这样的网站就非常的危险。所以它不是一个原创性的文章的话，对搜寻引擎来讲也不是一个好的网站。那第十三招，好的内容才是王道。内容是搜寻，是网站优化的灵魂。只要有好的内容，才会吸引搜寻引擎的到来。而且呢，我们要保持天天更新你的网站。所以蜘蛛机器人它来访的时候，让它有东西可以吃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时更新网站，每天保持下去，每天一篇，效果非常的好。那内容呢，最好是原创的内容。因为搜寻引擎机器人它非常喜欢原创的内容，网络上千篇一律的东西它是不会去也不喜欢去看的，所以很多软体制造的一些假文章，其实长久来讲对自己的网站其实是一种伤害，这是我个人觉得。你的文章假设是到处去倒抠的，那搜寻引擎也不是笨蛋，但是你骗他一次两次可以，可是他一旦比对到你的文章内容跟其他很多网站都一样，因为有很多人他不会写文章，但是他到处 copy 文章，所以就会造成最后非常多网站的内容都是一样的。那搜寻引擎到时候可能只要发现这个文章全部都一样的话，他可能把你的网站就整个砍掉了不是砍掉了，就是说他以后再也不来搜寻你的网站，那你的网站要在搜寻引擎曝光可能也不容易。